开解开个圆盘问题嘅瞬间，关闭嘅窗户突然间发出巨响，变为咗四分五裂嘅碎片。窗外照射嘅耀眼光芒由白色变咗红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Darky， 今日翻嚟我哋嘅第二章，都系第二章嚟噶。呢个系一轮嗱，如果都系第二章嚟嘅话咧，我要接埋一齐噶啦，即系我 introduction 咧系冇用嘅。好，我哋继续。呢个系一轮不可能属于现实嘅，呢个系一个一轮就真系太文绉绉啦。唔可以属于，冇可能属于现实嘅巨大满月，红色满月，佢太过靓啦，带住妖艳嘅气息夺走咗我嘅视线。哦，我知道呢个光芒。我嘅意识逐渐四散，我只脚好似被月亮利诱，行咗过去。呢度系几楼呢？我连呢个都唔起，将身体伸向外界，向月亮。跑去月亮了嘛，你不要突然缺一些字，不好抌低我。我意识红光中消失，但是还听到一些声明笑声音，因为听到很悲伤，但是也都很令人怀念。屌佢啊！咁多广告嘅喂，嗱，今次系第三章啦，所以咧，好啦，基本上嗱，第二章咧，嗱，我就当我唔理啦，我继续拍埋落去啦。第二章仲有啲后续，我就当算数啦。我都唔明点解佢打广告要打两次咁捻多，除非佢第三章之后。过去第四章嘅时候唔打广告嘅啫，就系顶佢个肺，咁都嘥咗成两分钟，好嘢！铁嘅气味，唔系呢个系血嘅味道。我死咗啦！喺学校乘坐公车翻屋企路上，随住公车一齐跌落咗悬崖，但系唔知点解。我感觉到一阵安心嘅感觉，我想死，定系为咗佢活着而觉得安心啊？我唔知道，似乎两面都唔啱，亦都好似两面都冇错。我突然间觉得好似俾人呼唤紧啊！冇错，我荡失路嚟到咗一个奇妙嘅世界。呜、哦，すごい，すごい，呢度系咖啡厅，系咯，呢度系我爸爸妈妈开嘅咖啡厅，但系点解我喺度嘅？而且。店入边俾咗乱七八糟，爸爸妈妈佢哋都去咗边啊！你点解唔好同我咧弹啲尸体出嚟啊？奇怪啦，呢个都系梦中嘅世界啊！点解我会有有啲糟糕嘅预感噶？而且边个嘅气息？第三章忘却女王，建议箱，呢个店入边建议箱啊，冇把手，门都闩锁咗，用手打唔开，搵嘢叫开佢。妖，呢个音乐好烦啊！
红心女王在咗七。咩事啊？太可怕啦！上面写住啲乜嘢？但系又系咩意思啊 ？OK， 感谢各位顾客平时对呢间本店嘅厚爱，非常抱歉，咖啡厅红心女王已经关店，感谢大家长久以嚟嘅顾。关店？点解会咁噶？火柴盒，呢个系店里面嘅火柴。OK，fine。呢个系红级咖啡厅，红级发跟住食螺丝，红级咖啡机啊，用呢个可以浸咖啡啊。店里面对咖啡非常之讲究，亦都好多常客。因为有个 YouTube 嘅 Play Button， 你想点啊？啊得啦，应该系佢个阴影搞到咁嘅样。会点解樽水成个纸板咁样？仲有整矿泉水啊？应该饮得噶。呢度竟然会有保险箱，好似需要解锁密码，亦都需要锁匙。一定揾到锁匙先有下一步啦。已经有提示啦。要找到锁匙啊。右左左右。这个口是什么事啊？你看这里一道门都没去，没办法离开这里，是不是啊？自行车调转了，内胎错了位啊。个轮子里面好像夹住什么？但系俾内胎卡住咗，冇办法转动轮啦，即系谂办法解开佢啦。OK， 冇窗户同埋把手，啱啱佢闪得太快，睇唔到。可唔可以攞火柴？真系攞火柴，好臭！跌咗啦！呢个系把手吗？即系而家系咪要装入去咧？得。呢个把手用喺第二度应该，如无意外嘅话，原来系建议箱嗰度，执翻个把手正好可以装落去啊！扑克好似系方片，你叫方片，我叫戒钻，系戒钻 Q 女，唔好意思，太耐冇玩 pair 牌啦，女，好冇？个声，佢只，估计个钟已经冇喺度行紧啦。我想睇呢张嘢，呢个系咩笔记？红心女王系啲名？四之二向右转，停喺第四次嘅二上面。呢个箱好奇怪，系咪有啲咩机关？好似可以将扑克牌放喺个装置入边。方法 Q 啊，唔系，我真系跟住佢读。街砖类应该系摆喺边边咧？左边啊！乜都冇发生到喎。咦？我撞啱咗啊？点算好咧？拆咗佢先。点解佢要咁做咧？是不是一阵会有啲 jump scare 呢？我试下摆喺右边。
好似作紧死啊！啱啱喺左边嘅数字系1240，2140，9:04，亦都系开铺嘅时间，即系开紧铺嘅时间，都系2104啊！唔好吓我，2104两边都系2104嘅话，乜都唔好做咯。嘿，而家咪攞呢嚿嘢？唔系喎。唉，算啦，都系唔好，我都系睇睇广告先。等我一阵先。OK back， 前台客人坐住嘅地方好似采放咗啲乜嘢啊？你泡咖啡之前都冇噶。前台嗰度放咗啲嘢，泡咖啡之前都唔好。系咪沙漏啊？系咪沙漏？用火柴点火，我用火柴点火，我喺度卡咗咁耐，竟然又要剪啊！啲热水升到上壶嗰度啦，用个小铲转圈搅拌，熄火放一阵，然后再搅拌，等咖啡流到下面就完成啦。我喺度做乜嘢？真系好味啊！唔好同我整 jump scare， 打爆你！呢个系我最后一次饮老板娘你浸嘅咖啡啦，以后都应该寂寞啦。好对唔住啊，多谢你一直以嚟嘅光顾。冇办法啦，鬼叫发生咗啲咁嘅事咩？系咪个女死咗先系搞咁嘅捻样？你同老细都难过啦。刚喺铺入边，气氛就活泼多。应该系个女撞车死咗，然后出三铺，我都受咗唔少嘅鼓励。系啊，咩？嗰日好似有个好朋友，佢朋友冇嘢啊嘛。个细路。我细好似觉得都系自己责任啊，佢嘅身心谂咗唔少办法，但系系咩？呢场事故夺走咗唔少嘢，即系留下呢啲悲伤。如果呢啲就系神嘅随性意外，我真系咁，我真系唔想信呢啲神啊！
啱啱嘅系呢间铺嘅记忆。我系而家我又发生咩事啊？而家嘅叶月呢？我可以咁样继续前进咩？了解前方嘅一切令我害怕。扑克牌好似有红心 Q 啊，啱啱呢度都冇噶。红心女王再走一亲，而家轮到红心女王嘅登场。好似可以将 OK 红心 Q 红心 Y 要摆喺边边呢？左边系咪电话号码呢？哼，有啲咩出咗嚟啊？呢个系边度嘅锁匙？保险柜，红心女王在左侧，向右转，停喺第四次嘅二上面，向右二。三四错事发，向右转，停在第四次的二上面，我一次啊，唔系两次嘅啦，已经三四打唔开。真的不是这样解啊。不得，我要看提示。哇，今次还拿到锁匙之后去检查保险柜，提示一。由左边开始解读。解除拨号盘的提示就是口子里面提房间的提示，由左边开始解读啦。觉得好难的话，可以再次看回提示去显示其他提示。哦，我再撞多次试下先。有可能是四三二一二七零四。四。三。二一二是有嘛，二向左边七零
指令四系向左，我要睇多次提示。OK, back。哦，得啦，佢赢啦，我已经输咗啦，系4321咁倒数落去。屌，玩咁大嘅咩？好啦，唔怪之得唔会有人撞得啱啦。明晒。一，唔系我二嚟噶，二。而家要向左转，经过咗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之后两次向右边嘅零去转，停，之后一次向左边嘅四去转。原来就咁简单，屌佢老母！开咗啦，呢个系报纸，应该锁住，应该又系新闻之后嗰啲，之后今章就完嗰啲咁嘅成嘢，系咪今系咪第系又依一章就完咧？我哋拭目以待。保险柜入边点解会有呢、這个？屌你啊！